声有几多？问我悲哭声有几多？我如何能够一一去数清楚？问我点解会高兴？究竟点解会苦楚？我笑住回答，讲一声，我系我。承受结果，面对世界一切，哪怕会如何，全心保存真的我。你问我得失有几多，其实得失不必清楚，我但求能够一一去数清楚。愿我一生去到终结，无论历尽几许风波，我仍然回答，讲一声，我是我。承受结果，面对世界一切，哪怕会如何，全心保存真的我。你问我得失有几多，其实得失不必清楚，我但求能够一一去数清楚。愿我一生去到终结，无论历尽几许风波，我仍然回答，讲一声，我是我。小朋友，庄严啲，庄严啲。问我主人有几多？究竟主人有几多？我如何能够一一去数清楚？问我点解会高兴？究竟点解冇苦楚？我笑住回答，讲一声，主爱我。无论我有百般对，或者千般错，耶稣已承受结果。有主天天劝苦心窝，靠着神能够将抑郁苦楚抛开，颂赞歌声句句哼唱，见证主恩天天分享，以热诚热爱交出真心去和唱，以热诚热爱交出真心去和唱，以热诚热爱交出真心去和唱。哈利路亚！各位湾区新直天台的现场观众朋友，刚才很多谢你们收看我们在录影问我录音时候的片段过程。现在呢，我要跟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一位呢就是我们的音乐总监邓志和先生，和哥。好，这位就是原罪心曲的主持人阿诺。这个呢，这一位呢就是冯宝宝。
寶姐姐，多謝你介紹。咁我哋喺呢度咧，就要同大家講拜拜。但之前咧，我哋想一齊祝福在座咁多位朋友同埋你哋嘅媽媽，母親節快樂！